导、各位师长、各位来宾，大家早上好。我是曲风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鲁玲文，很高兴呢能够担当第二天公益讲坛的主持人。今天呢是本次公益论坛的第二天，再次代表主办方感谢各位来宾的到来，谢谢大家。昨天嘉宾的分享呢，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心灵带来的震撼。嘉宾们学习完和学习后的这个对比呢，也让我们深深地看到学习传统文化对个人、家庭、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巨大意义和影响。今天呢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被称为刘善人的刘有生老师。今天呢，刘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传统文化与健康人生。下面呢，请所有的来宾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刘有生老师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嘉宾，各位先生女士们，早上好。我呀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，可以说我今年呢，71岁。是吧？因为我66岁开始呢不种地了，是吧？66岁之前我就每年我都在农田里种地，是吧？夏天呢种地是能闲时候就给大家讲人生之道。我为什么要能给人讲人生之道呢？因为我前半生可以说25岁之前，我把人生的路走差了，是吧？违背了人伦之道，所以呢，我产生我自己的身体不健康，是吧？身体不健康，那时候呢，不知道自己身体为什么这样的疾病缠身呐，是吧？因为我在12岁之前呢，我没有病，虽然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家庭生活困难，可是那时候我没有病，是吧？因为我在幼小的年龄时候呢，可以说呢，就是自己的心性不好，脾气暴躁。是吧？跟同学、同年龄的小朋友们呢，说打就打，说闹就闹，是吧？自己的姐妹那更不用说了，是吧？都要以我为尊，是吧？说打就打，因为我们姊妹7人，是吧？我是老二，我身下呢有5个妹妹，我上面有一个兄长。可是这几个人呢，可以说我都要支配他们，他们要不服我，我就跟他们打，跟他们闹，跟他们一打一闹呢，因为我们家庭生活条件不好，父母的压力太大，可是孩子一说一闹，父亲就要打我们，就要骂我们，那我就开始生气，就对老人产生恨怨。对老人产生恨怨，一点一点的积累，是吧？可是我在12岁之前没有病啊，干什么了？是吧？8岁以后，我就开始干什么？放猪，因为家庭生活条件不好，吃不上，
穿不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9岁我就开始放猪。我放了几年猪呢？我放了4年猪。可能有的人现在不知道放猪是怎么回事，是吧？哎，不知道，不明白。可那就是把一个半截这一个屯的猪都聚到一起，让我去给人看着，搁垫子上。因为北方嘛，是吧？大草垫子也大。8、9岁的小孩放猪，可是就贪玩。贪玩呢，把猪要给跑丢了，跑没了，等找猪的时候，那就苦了，是吧？钻高粱地，钻苞米地，那我们那地方狼还多，怎么去找？全带着泪水去找，哭着喊着找猪，猪要丢了那还了得？包人家，这顿打你挺不过呀。父亲要打我去，可是我就带着泪水放着4年猪。我在放猪的时候，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嘛，我1年只能穿1双鞋，我净光脚，不管在垫在什么条件下，我都是光着脚走。因为母亲不是不给我们做，没有那些个东西做不上，所以我就倒在垫子上，我就把鞋往过一翻，把底儿朝上，干什么？晒上了，怕把底子烂了，在什么时间穿？到屯子了，有玻璃碴子，怕把脚砸坏了，这才能穿上鞋。我记得有一年8月15，北方冷啊，8月15冷了，我还光着脚呢，因为母亲没做不了，没有东西做不上。所以这到冬季，那生活也是，那地方冷啊，零下都40多度啊，那脚冻的就像烂窝窝似的。所以呢，虽然是这样，可是我的性格不好。我跟小朋友们那要打起仗来，我是生死不怕呀。所以我放了这4年猪以后，我13岁才上学。我上学第一天就跟同学打仗，猪个野性嘛，是吧？净跟猪在一起混了。到学校跟同学混，那还想让这个同学听我的？我们想一想，是吧？可能说太霸道了吧，是吧？太霸道了。打仗呢，老师对我有批评，我不服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们那个老师可厉害了，学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，是教导主任呢。我上学第一天，他批评我的时候，我说我都听说你了，说学生都怕你，我不怕你。我说你要敢打我，我也敢打你。可是这个老师呢，当时呢，学校的一个打，就是打上下课钟的一个工友，说那个老师啊，说你别跟他一样的，他是猪棍啊，他刚来头一天呐、啊，哎呀，把我那老师啊气的都直蹦啊，是吧？那时候我也不理解，我寻思啊，这回你服我了，是吧？实际呢，我违背了学子之道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是吧？违背了这个道了。违背了人伦之道嘛，是吧？师徒如父子嘛，可是我违背了这个道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一天一天的病疾病就来了。我们每个人的疾病啊，不是一下就得的，是一就像抽丝似的，一点一点的得的，一点一滴的就把疾病种成了。我念书坐那个地方，那个凳子下边，不论冬天夏季都得湿很大一块。什么？我是肺结核，
我就得上肺结核了。肺结核呢，咳血，那抠抠钉子咳嗽。可是那母亲父亲不想给治吗？想给治，可惜没有钱。我从那上学念书，我第一天真是买一块布，包什么？包书，买了一支铅笔。从买了一支铅笔以后，我再没买铅笔。一直念到四年级，我没买过铅笔。怎么的？说你偷的？不是，同学扔的铅笔头我就捡起来。哎，谁扔的地下铅笔头呢？他不使了，我就把它拿起来。我四年的时间，我只买一支铅笔。就这样的，我把书念到六年小学毕业。可是呢，这就让我的疾病很重了，是吧？我就得上肝病了，又肝硬化、肺结核、肝硬化，我又得上什么病？还心脏病、高血压，还有肾炎。我那肾炎严重啊，尿尿全是白的，就严重到这个程度。可是我到19岁、20岁，基本就不能生成干活了，是吧？就不能干活，干一天待好几天。等到我到23岁，就病的不行了。不行了，那怎么办？吃药，吃了很多汤药，可是呢，没有效果。那说吃药不治病吗？药治病，药不是不治病，药治什么病？风寒潮湿等等形外之病。是灵丹妙药难治你心病啊，难治你性格的病啊。可是我心胸狭窄。心量太小，可我的性格不好，所以我把这病种上了。种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是这个事儿啊，那就得治啊。吃了很多汤药，越吃可是不见好，还越消瘦。后来我就说，我说别吃了，我跟我父亲母亲说别吃了。可是呢，我在这种条件下，我又得一场什么病呢？伤寒病。那就没死了，这是讲个命。伤寒病，我7天7宿不懂人事。可是我这7天7宿不懂人事，我不知道了。可是我的母亲，等我7天7宿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母亲消瘦了。我7天7宿没懂人事，我母亲7天7宿没睡觉，7天水口没打牙，没有吃饭。那就说明一点什么呢？父母之心呐，我们儿女不理解。我不理解我母亲呢，那时候我还不理解，我就认为父母亲应该的，是吧？所以我那病累累加重。等到25岁，我基本就是卧床了，起不来了。起不来怎么办？父母没办法了，吃药不好，再说也吃不起药啊，治不起呀。我们家庭16口人，我父亲一个人做劳动，那也干脆饭都有。吃饭都难了，别说是治病了，那我就得挺着。在这挺着这个中间，我就碰上一位老人。这位老人呢，是我们本队的，他就跟我讲这么久，跟我哥哥讲了，我看你弟弟呀有病啊，那谁都看出来了，说你弟弟这个病很重啊。是啊，我面黄肌瘦啊。我哥哥回家就跟我父母说了，说那个老人，他说是我弟弟
病得很重，有生命危险。说呢，咱们问问他吧，他看出来可能有点办法。可是呢，我父母一问他，他说我们别的办法没有，我自有一本书，什么书？叫《笃行录》。说过去一个老人，是吧？他在家庭里头，他的一生就是他的笃行，就他行过的路程。这个书就给我拿来，我一看，这个老人很不简单的，他能这样的孝敬老人，孝敬两位老人。那时候呢，他们的生活条件可能比我还苦。把爷爷接回来，他能达到啥程度？他妻子六个月没吃着粮食粒，整天就是吃野菜，这不是闲人吗？这不是圣贤吗？我一看见，哎呀，他对他的老人这样，我对我的老人啥样啊？我放四年猪，我包蛆呀。我因为我哥哥上学了，你不让我上学，我对我父母有意见呢。啊，我说怨不得我有病。我对我兄弟姐妹，那我是黑瞎子打雷灯一手遮遮天呢。他们都得听我的呀。啊，我看看，这个老人对他的弟弟那样的爱护，能尽此道。我说我不没有啊。我是管他们呢，他对两辈老人那样孝敬，对弟弟那样的尽慈道，说孝跟悌他俩是连着的，你没有悌道，你怎么我们怎么能谈到孝道呢？我深思默想啊，我真是行走坐卧我都在想我自己呀、啊、这个人当的白活了，可且父母给我们个身子，我们这个身子我们不会利用，身子有病让我们父母跟我操心，我的孝心何在？我自己就要默默地惩罚我自己。怎么惩罚的？我自己没人，我瞅转圈没有人，我就打我自己，我自己打我的嘴巴子，说你这个人你怎么当的你啊？古人这样的孝敬你怎么不能尽呢？你怎么怨老人呢？老人这么有点能力，不能让你不上学呀，能让你放猪吗？可是我狠狠地审问自己，当我在审问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又问道，妈妈不疼你吗？父亲不疼你吗？我回顾一下，父亲，我们有那么一首歌，父亲是拉车的牛，父亲是登天的梯，真是啊，我父亲为了养我们七个子女啊，这七个孩子，我父亲真是啊，成年累月的，冬季都不在家，干什么？上山里，上那个东山里铁犁那边去干什么去？冬天赶着马爬里去倒套子，搁山上我先拉木头，那真是下山有生命的危险呐、啊！我想到那股的时候，我痛哭流泪。我就现在回忆起来，我太对不起我父亲，我因为我父亲对我们不慈，我因为我父亲打我骂我，我要能让我老人省心，我父亲能打我吗？能骂我吗？后来我反应过来，我真是我在我父亲面前我低下头来，我认我自己，我当儿子没好好当，我不会当，是吧？我父亲呢，把头低下了，
嗨，孩子，爹爹没能力啊，爹爹有能力不能让你们受这苦啊。所以我的头病，搁那我的头病好了。我母亲对我最慈，母亲真是生儿育女，谁不乐呀？人人都乐呀。可是我们能有几人孝双亲呢？能有几个人对老人尽到这个孝呢？我看到这位老人，他能这样的尽孝，我就一个一步一步的回往我自己身上对。我自己叫着我自己的名字，你对得起老人吗？你对不起老人，你就对不起天。老人就是我们头上的一层青天。我行走坐卧，我干什么活，我都在审问我自己。可是我这样的一悔悟，一忏悔的时候，我的这五脏六腑就像翻个了似的，我就开始怎么样？我在野外嘛，我记得我那是走到野外嘛，我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呐，走几步就得蹲下，就得休息，休息几分钟起来再走。那我为什么那时候能达到那个程度呢？我看了那位古人，那位老人，他能那样的尽孝，他那个病病得那么严重，他还尽孝呢。我说我不能堆塞下去，我不能让病压倒我，我必须要战胜病魔。那我这心里就下决心了，我说我一定要战胜病魔，我要站起来走，我不躺在床上钉子躺着，钉子躺着我母亲的心碎了，我父的心蹦出来了，我就用这种心情，我强站起来去走。走到野外我就思考，思考什么？我眼望青天，我说老天老天哪，我这个人没当好啊，我对不起老天了，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，我对不起我的长辈的，我念书时候跟老师闹意见，我对不起老师，师徒如父子啊，是吧？我们孝敬父母必须要尊重师长啊，我说我没做到啊，是吧？我太差了，我这样的一反省一反思，可是我就这个体内的病毒就像开锅了似的，体内里头就像火烧了似的，就往外吐，可口往外吐啊。哎，这一往外吐，这家我高兴了。我为什么高兴呢？我看着了，那位老人讲了，翻肠道肚子什么？翻良心。我们把良心翻过来了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错了，所以我把一肚子病往外吐，吐完了回家了。妈妈高眼睛瞅着我呀，高眼睛看着我呀，看我脸乐不乐。我要不乐，妈妈马上愁容满面呢。我这回回来，我一进屋我乐了，我一乐我妈妈看我乐了。哎呦，我妈妈说你今天咋这么乐啊？我说妈妈呀，我这回我的病能好啊。她说你怎么能好啊？我说我吐了。哎呦，她说那吐了能好吗？我能好，我的病毒往外吐了。妈妈你都不知我怎么往外吐的，他说你怎么吐的？我说我以前我儿子没做好啊，我不孝敬你们呐，我跟你们生气呀，我怨你们呐，我恨你们呐。我对我几个妹妹，我管的像儿女似的，我让你们老人操心呐。
儿女的身子是父母的心呐、啊，说兄弟不和睦，怎么能说孝双亲呢？所以我错了。我妈妈说的，孩子，你能好就行啊，错不错，妈妈不见怪。就这么的，我连着吐了七个半宿，把我的一肚子病吐出去了。说完全吐好没有？没完全好，不过呢，能自立了，能站起来了。可是我养了几天吧，也就是十六天，我就想到我必须要劳动，我必须要去到生产队去干活。为什么要去干活？古人有那句话，运动不止，生命不息呀。干活干活是吧，那位老爷爷讲了，说干活干活干活才能很好的活下去，是吧，呆死呆着呆着你就呆死了。我说不行，我得干。我以前在生产队里头干活，那时候哪儿便宜我上哪儿去，哪儿清秋我上哪儿去。等我这次我重新再走上干活这个路的时候，怎么干？挑重的干，虽然身体不好，我咬牙我也得干。没干的活我就去干，别人都嫌我脏，我就不嫌我脏，我就这样想的。年轻人必须要低下来，怎么低？低到底儿，别人受不了的事情我受，别人忍不了的事情我忍，别人不做的活我做。所以我就这样，有一年生产队里头找人干什么？找人挑大粪积肥嘛，找谁谁不干。我说我就跟队长说，我说我干。队长当时就笑了，哎呦，你干，你能干吗？我说我能干。他说你干不了，我说我能干，你放心，我指证能干。他说那你要干不了，中间我再找谁去？我说你记住这句话，有始必须要有终。我指证干完了，就这么的，我就搁生产队里就挑大粪。二十几岁的人呐，二十七八岁的人呐，上生产队挑大粪烧，走各家的厕所。我开始一进厕所啊，干哕干哕的受不了啊，我就出来，我就定定神，我就想别人能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。每年人家咋挑了呢？今天没人挑你就挑不了。你有决心吗？我就问我自己，自己也叫自己名字，有决心。三次以后我走进厕所就不干预了，我就把这个活就干下来了。队长到时候很满意，开始社员都说我干不了，我干下来了。可是我干下来了，这样一来在地里干活，奶垄荒，我铲奶垄，没人铲的那是荒地呀、啊，我铲。老人因为岁数大的人也有啊，他就铲的慢呢，我就可劲铲，铲完了我回头就帮他铲，洗老临贫呐。那时候我就想到了，我们对老人，古人有那么句话，少年休笑白头翁啊，花开花落几时红啊，转眼间光阴似箭催你老，日月穿梭如流星啊，红粉佳音满头雪，白面书生两鬓霜啊。我们不能笑笑老人，我们也有老时候，人老如同我之老啊，人贫如同我之贫呐、啊。
可以我想到这些个东西，这些个事情，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古代这个圣贤的书，我说圣贤都能那么样的做，我们今人就做不了啊。古人能做的事情我们就能做，是吧？古代圣贤能做我们也能做呀。那我就默默地去奉献，默默地去做，时间长了，社员对我有信心，领导对我有信心。要说呢，你付出你才能有回报，你不付出你怎么回报啊？可是我付出几年的时间，二三年的时间，队长就给我安排专职活了，不让我上那个田间了，是吧？就让我做豆腐。那我做豆腐我就做豆腐，那时候我就理解什么呢？我说我成天摆弄秤啊，这秤可是了不起这个东西啊，秤平都满尺为功啊，是吧？我在秤上我不能骗人，我心里存着这个念，不过我不当别人说，我就这样的去做这个豆腐。我记得有那么一首顺口溜的说几等人豆腐官啊，刀前刀后吃豆腐边啊，我不吃，我打听的豆边子哪块小我补到哪块上。当我出去卖豆腐的时候，我给人家，我往回邀他的豆的时候，我要低头，是吧？低头进来，我让他抬头出去，是吧？你说抬头见喜嘛，低头难嘛，是吧？那咱们低头来的秤必须要缺，缺了我自己家拿豆往上补，我不差一分一两。我往生产队回，那生产队那保管员也是，他也想搞私人拉拢。我说你在我这干，我内心想，你在我这干指定是不行。我是不图你给我便宜，是吧？就这样呢，我干了一年算一次账，到秋算一次，跟队算一次，做这些好几。一百二百来个豆腐吧，算一最后也算账。我记账我记得特别清，因为我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就不敢错了。因为秤顶镶着什么星星，叫福禄寿三星。我要缺银斤短银两，我要端我的福，端我的禄，端我的寿。我说我坚决不能缺，我宁可自己大点，我自己从家里往出拿点补秤，我不能搞秤去糊弄人。这样到秋一算账，你说也不怎么回事，不说人呢，考你啊，你不贪吗？你不贪也考你，怎么考啊？会计把账算差了，差谁了？差对上了。我们那时候一年一个人能挣200块钱吧，挣工分嘛，一天十分，一天十分，十分才够多少钱呢？十分才够7毛钱一天，一年3210，才挣210块钱吧，还得不歇工。可是会计一给我算账呢，多算给我180块钱。当时我就觉得不对，我还不敢说，怎么呢？要不差呢？我就心想先别说，回家自己算明白了再说。回来自己一算，多得生产队180块钱。我就跟我妻子商量了，我说他多给我180块钱呐。我妻子很明白一个人，他就说了，他说这钱不能要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我就问他了，他说这是全队社员的钱呐，大家的钱，咱们不能要。我说那我得给送回去。他说对。我说我也这样想的。他说你想就对了，给送回去。我就给生产队送回去了。我一找会计，找队长算账，再重算，
会计急眼了，会计说的不能查，我算账没个差的。队长说不能差吧，我也在场的嘛。我说差了，他说差谁了？他们心思差我了呢。我说没呀，会计给我算差了，多给我180块钱。会计说不能，我说你再重算，有账不怕重算，就这么一算，整多180。这样一来，180一年的一个劳力的挣的钱呐、啊。队长到大队就把这事说了，说了大队领导就来了，干什么？找我来了，干什么？咱们大队缺一个现金员，想要让你上大队管现金去。我说这个我可不能去啊。他说你咋不能去呢？我说我不能去，我怕运动啊，再来运动整我吧，我可害怕。完了呢，这个大队这领导说没事，不能，你去吧，咱们不贪污你怕。我说那我也不干，我不乐意摆弄账，就这么我就没去。我在生产队里头特别器重我，要说你付出了吗？生产队真给你回报啊，我就不出力了，净干轻质活了，是吧？生产队派我出去干什么去？出差，明明一天的工，我半天办完了，能办完我就返回来。那时候一天的挣7毛钱，可是呢，出差费1块2毛钱，我上午要回来，这出差费我就不报。会计找我报出差费，我说报啥呀？我一上午就回来了，下午我还干活去，到晚上你只给我记一个工就行。就这样的，搁生产队里，社员也信任我，领导也信任我。要说你，人你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我们得付出，能吃亏吗？是吧？古人郑板桥先生讲了，吃亏得福啊，一点没说错呀。我们看的是吃亏，实际我们占便宜了，是吧？我们占了很大的便宜，天大的便宜还不知道呢。当我们净占便宜的时候，我们拉了很多的债务啊，是吧？你欠了人民的债务了。那你搁生产队里，你要是净占生产队的便宜，你不欠这些社员的债务了吗？所以我那时候干啥？我特别的，人都说我傻。你太实了你啊，你咋这么干？你挺尖个人呢，你咋这么干呢？我说不是傻，是吧？那是啥呢？那是真正的尖。我说我是尖，你们认为我傻，我不傻，我知道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，对，就要我干什么活？到秋天砍青，到夏天做豆腐，不，这不上能田，不上地了。可是在这种情况，你得忠心耿耿啊。那我们那时候呢，生产队那个的那个玉米，一年这一秋啊，就让人家几十垄苞米都得让人家掰进呢180米去。后来队长说：“你看你能不能看了？”我说：“我能，我指定能看了。”我说：“可是这样，我不管谁，我要看了，我可是黑脸的。你队长赖掰，我也不能让。”队长说：“那我们能去掰去吗？”我说：“那好，挣人先挣己嘛。你把你们个挣的好了，我就能看好。我看怎么看？你得找时间，我说，大家都回去吃饭去了，要想偷这个人，就撵这个点来。”我这点我不回家，我还不让你们看着，我在那地躲着。哎，谁来了？你们说贼盯走了就拉倒，你别抓他呀！你要抓贼容易，放贼难呢。我不抓你，我看你来了，我就显露出来。哎，那你看见有人你就得走，就这样的。我看了好几年，
就有一次队长真去买去了，要我真抓住了。队长一来，我一看队长搁那边拿个兜来了，我说指定他是要掰苞米。哎呀，我紧忙我就往出走，没等我走呢，他到底掰一个，我就到了。到了，哎呀，我说你干啥呀？我说队长你咋掰苞米呢？哎呀，队长说我今天上街，你说我姑娘搁街上要吃苞米。我说队长啊，这个可不行啊，你要掰了我就没法看了。你看咱这地缺吗？一个壳没有，空壳没有。队长寻思寻思，那我不掰了。我说对了，你别掰了，你要掰了我就看不了了。就这么的，队长我都把他制止了，你说社员我能不能制止他？到秋了，社员掰苞米了，到地一瞅，哎呀，今天这苞米，妈一个空壳没有啊！你怎么整的呢？他问我怎么整的，我说我怎么整的？那他来我不让他掰呗，在其位谋其政呗，有事无事常在行呗。你别管有没有人抽，你常在这嘎他不就没人抽了？你今天来了，明天不来，我说那人家就找你这空就给你弄走了呗。就这样，我干了，看了三四年呐。说人要想尽孝顺话，亲不在，树欲静是风不止。可是我因为我亏着孝道，我就要补这步道，我就努力的去补这步孝道。因为我替道又亏啊，我要补这个替道。我哥哥那个人最好，全大队没有一个人反对他，从小孩到领导都赞同他。可是呢，古人讲子不言父啊，说圣贤知道吗？子不言父嘛。可是呢，因为我哥哥犟，我父亲呢性格不好，我哥哥时常挨打，他难气难憋呀，跟我嫂子生气，他得个肝硬化，咳血拉血，来一个急的，他把命丧了。我说我要进我这步替道的时候，可是我哥哥走了，那我哥哥，我们哥俩，我要干什么，我哥哥没有反驳的，对不对？我哥哥不再反驳我的，可以说我哥哥替我多挨多少回打。我就想到了我这个弟弟不合格，我要补我这步替道，可是呢，突然间哥哥就得这个病了，得这个病就去世了。我哥哥一走，哎呀，把我想死了，我黑天都睡不着觉吧，我想的，我走的撂的我都寻思我哥哥在我身边呢，我都想到那个程度。我回顾一下，我想我跟我哥哥这步迟到我没进，这不替道啊，我没进，这不替道没进，我孝道就有亏呀、啊。我怎么办呢？我搞什么去补啊？我一想，我哥哥走了，扔下五个孩子，三个小子，两个姑娘，大姑娘是马匹仗，残疾。我哥哥走那年，大姑娘16岁，残疾；二姑娘13岁，大小子11岁。二小子8岁，小子5岁。我说那我就得进这步迟到了，是吧？我要管呢，我不但要管，我一定要管。我就心中就用上劲了。可是呢，我们家的事情我也得管呢。我妻子一瞅我，他说你这样管两家，你身体现在还不是那么健康的，不就操了死你吗？我说那我也得管。我说嫂子在咱们家待一天，孩子我必须我得管，他们的生活我一切我都要负责呀。我妻子想一想说了，这么的吧，咱家就4口人，我俩孩子，咱家的生活各方面不用你管，
你能把嫂子和父母那方面维护好了就行，别等嫂子要走的时候，他说了他叔叔婶子不管呢，那我就得走啊。他也讲，我也想到这儿了，我说不能让他说出这句话，我们一定要管，我要能吃上让他吃上，我要能喝上让他喝上，就这么的，我们家的一切我就放下了，因为离得近，前后院，是吧？因为他们家又养猪，是吧？又有九口人，八九口人，一天就是水啊，得有五挑的水，但是都土井啊，挑一挑水整是100米，一出100米，回来100米。五挑水多少就得1000米，光挑水的时间就得1000米，还得干活呢，还有零活呢，下了雪我就扫他们的院里雪，我院雪我都不扫，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心态，我有什么心态，我感激我的妻子，我感激她，我说你能把我放出来管他们，家里的责任你能承担起来，我就很十足了。说这样过了2年吧，2年的时间，我嫂子说话了，说我嫂子说什么？我嫂子说的，她还说啊，你看现在你哥哥没了，我这5个孩子。我也没啥能力，你们自己还有一个家，要把你再操练死啊，咱们两家就散了，我看我还是走吧。我说嫂子咱这么说，你要走弟弟绝对不能说不让你走，因为一个是你年轻，再一方面孩子多，孩子还小，大姑娘是吧残疾不能干活，生活条件是很困难的，是吧？因为咱们不是人臣家之，你走我不能留，不过这几个孩子到多人叔叔不再说不管的，就你走了叔叔也要管，也要参与。我嫂子说了，那他还说你要说这话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就带着孩子走吧。就这样，我嫂子带着孩子走了，走到离我们家300多里的海伦县，我是柯山县的，他是海伦，走到海伦县。可是到那时间不长，到那孩子想这边了，来回盯着跑，坐火车，生活条件不好啊，几十块钱都花不起啊，孩子的火车费啊，他花多少我花多少，那头花多少我这头花多少，孩子来回走啊，回去我得拿着给他起票啊。就这么的，有一次回来俩，我大侄儿和我二侄呢回来了，进院就说了，二叔我们不走了。他一说不走了，我心里可登下了，孩子说不走了，当叔叔能说不行，这话我不能说，我坚决不能说。我怎么说？我说好了，回来就好，爷爷奶奶想你们，快进屋。孩子进屋了，孩子让进屋去了，我就回到我们自己那个，我就回到我那屋去了，我就问我妻子，我说这俩孩子不走了，你看看怎么办，咱们留不留。我妻子开始说，哎呀，人家妈走不就为了养活这孩子吗，咱不能留啊。我说吧，你别这么说。他说那怎么说呀，人家走了不就为了养活孩子吗，那咱们还能留。我那时候性格还不好呢，当时我就急眼了，我说你要说不留啊，我留，
他说你溜你伺候呢，我说当然是啊，我伺候呢。我说你不溜吗？你回，你走，你回娘家，你再找一个去。我领两个老人，四个孩子过，你看我能不能过？当时我妻子就哭了，她就掉眼泪了。我一瞅她掉眼泪了，我什么人呐，到那劲儿也难呐。哎呀，我就不吱声了，不吱声待一会儿呢，他又说了，他说这样，我说怎么办？他说这俩孩子留下，一个姑娘一个小子，咱留下。姑娘没说了，找对象他就走了，可是这小子得说媳妇儿啊。我说是啊，孩子得说媳妇儿啊。他说咱们留了，咱们就得管，咱们就定生仨小子。哎呀，我这一听这句话，那家伙我乐了，我当时我就高兴了。我高兴啥？我说我妈我爹想着孩子，想的我母亲呐，想的黑天不睡觉啊。作为我母亲忧思啊，得了一个什么病？上不来气儿，上不来气儿啊，上不来气儿还不说，我母亲火太大了，气短，舌头坏了，舌头通心呐，心火太大了，把舌头烂了，烂到啥程度啊？小拇手指肚烂气有那么大一块啊，一个舌头能有多大呀？烂气那么大一块啊，一张嘴啊，我母亲一张嘴，我眼泪刷下就下来，妈妈太苦了。吃饭我就寻我妈吃饭咋吃了呢？可是我就对我妈妈这个病，我真是注意了。我说妈妈这病怎么办呢？想办法，买药，弄偏方，什么也治不好，越烂越大。那时候我就心寻思了，我不是儿子，做一个儿子来讲，母亲能把你留到世上，你不能给母亲解除痛苦，你算什么儿子？你不够亲儿子。我行走行尿啊，我就睡觉，我母亲要一翻身一哼哼，我保证醒，我的心都直张个。哎呀，我就难难的我流泪呀。你们说吗？人有孝心嘛，人有孝心必有贵人相助。可是我们家来一个朋友，是吧？来一个朋友，来一个朋友干什么？他给我母亲带来点啥呢？带来一斤冰糖，一斤冰糖带来了，带来了。我那时候说实在的，谁给我东西啊？我不带药的。不过因为他给拿这些冰糖，那时候冰糖不好买，买不着，因为他们家是大夫，他也给弄了很多药没治好，他给带了一斤冰糖，他说这个东西撤火呀，给你母亲狠狠。我说妈，你让你就狠吧。我妈就把这冰糖搞到嘴里了，搞到嘴里狠一会儿，她说哎呀，这个东西好啊。我咋的？她说狠上这舌头好像冒凉风。哎呀，我一听，我说妈，这个东西这么好使啊？我妈说狠狠就不疼了，冒凉风啊，就这么的。我就想了，买冰糖，这一斤冰糖不够狠。冰糖那时候买不着，买不着。我有个姨夫丈人，是我们柯山县人民医院的院长，我就找他去了。我一找他，他给弄了三斤，我就拿回来了。我母亲买这四斤冰糖还没了，舌头长得跟原来差不多了，长好了。就说我们一个人呢，你对老人这个孝心呢，是吧？有的是真，有的是假，是吧？有真孝的，有假孝的呀。可是我那时候我没能力，没能力啊！我这心整天我就干什么活我都得在我母亲身上。可这样一来，我母亲的舌头也好了，
我很高兴，这俩孩子回来了我也很高兴。为啥？因为我母亲老想孩子呀。你们说死长好舍，活长难离呀。这孩子在远方他想啊，这我回来俩，我每天每天呢，我到晚上啊，我跟我妻子要睡觉之前必须到母亲的屋，到父亲的屋干什么？摸摸炕凉不凉，问问妈妈冷不冷，夏天问问妈妈热不热。我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哥哥没了，妈妈的心情不好，我再不这样去哪服妈妈的心，妈妈没法生存了，没法活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夫妻俩每天每天不管什么时间干活回来，就回来再晚吃完饭也得到母亲的屋先问问。这样一来我母亲很高兴，我母亲高兴了，我一看我也高兴啊，她也高兴。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苦难又来了。怎么的了？我的大侄女和我的二侄又回来，进院就把我腿抱住了。我二侄二叔啊，他们俩不回去了，我俩也不回去了。哎呀，我一听啊，这家可坏了，这俩带不走，叔叔怎么说撵？怎么那鼻子那撵那眼睛去撵这孩子？没有办法，真没有办法。头一个两个孩子回来，我跟我妻子商量，我就心寻思，我都跟你二婶商量又商量的，你们俩又回来，商量完了，对呀、啊，我还落一砖，商量完了，头两个，我说那怎么办呢？得要户口啊，得分吃粮啊。我们家那人说好，我上海伦，我去找嫂子，我跟嫂子商量，这俩孩子户口你必须给我，这个小子就是我生的。我说那嫂子能干吗？他说不干也不行，我必须我要跟他商量。就这么我们家人去了，去了到那跟我嫂子呀见面，也是冬天嘛，见面了，姐俩啊痛哭流泪呀、啊，抱头痛哭啊。我嫂子答应了，当时把户口给俩孩子取回来，把俩孩子的户口落下了，回来落到又原先走的落到生产队了。可是这俩又回来了，回来了呢，我也不能说撵，不撵你怎么办？你得想招。我就想招了，我就问我们家那个人，我说你还有没有招了？我说我是没招了，这回可呀，你有招没有？他寻思半天，他说我还有招。我说你还有什么招？他说我有办法，我还去找嫂子去。我说你找他干啥呀？孩子回来他都没办法了，他说我让他搬回来呀。哎呀，我一听这招好啊，你要能把他全搬回来可好了啊，他们母子还团聚了，是吧？父亲母亲看这几五个孩子在跟前，他就不想了，不惦记了。哎呦，我说那咋整啊，还谁去啊？他说我去啊。他又干去了，他又坐车干到海伦，到海伦跟我嫂子一商量，我嫂子真同意了，是吧？真同意了，说那好我回去。说那我回去咋整？我住啥？我们家因为我俩商量好了，说把我们住那房子还倒给你，我们就把两个老爷往出一领，一切的家三伙事一切我们不要。这样一来，因为呢我们家的人可以说心大，我哥哥去世扔下多少？扔下1800块钱机会。那时候1800块钱机会很是重要的。我嫂子走了，我说咱俩别提了，这个钱咱俩不提啊，咱们给还上吧，就这么我们俩给还上了。他回来了，那你还提不提？不能提，到现在也不提。我给我哥哥还我是应该的，是吧？我是应该的。
说兄弟一母生吗？不能为着金钱苦纷争吗？这一母所生，一奶同胞，为何去为那钱翻脸呢？是吧？闹意见呢？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理，我们就把这些放下了。可是我嫂子答应了，就让那个男的说你来吧，到那看看去吧。他就到我们那一看，大雪在地呀、啊、他说我看啥呀，大雪在地呀、啊、我就瞅这些人都对我挺好的，我就来吧，我一个人。就这样，我正月十七我跟生产队商量，那你得落户啊，头年他来了得落户啊，我们就找生产队，找队长队委会这些人都找到一起吃了一顿饭。队长的亲哥哥呀要上我们的队，我们那队现在那阵儿还挺还行，一共有六户要落户的，队长亲哥哥也要落户。队长就发话了，谁也不给谁落，自给说我刘有生他嫂子自给他们落。因为啥呢？刘洪，我哥哥叫刘洪生，他在世的时候对咱们队有功，他对咱们队出力太多了，所以我就给他落。你谁也没有，你有意见也没有，我哥哥我都没落，那你们谁有意见呢？就这么的就给落下了。正月十七我又跟队长说，队长给我两台马车，我到那儿海伦五天的时间把他们搬回来了。搬回来了以后，我这回我寻思我这我就解脱了，说我也心放下了，说可以说我这个迟到替到啊心差不多了呗。可是我母亲又提出问题来了，我母亲提啥？说我看这个男的干活是能干，一杠子压不出个屁来，连话都不会说，敢问孩子咋说媳妇啊？我妈妈说了这句话，我就跟我妈说了，我说妈，这个你放心，有我在他身在跟前，在他们这些孩子的身边，我侄儿不会说不上媳妇。他说你还那么吹，我妈说你还吹呢，你那俩你不知咋说呢。农村说媳妇都要钱呐，得花钱呐。我说没事，妈你放心，我要活着我的侄儿都能结婚，我儿子要说媳妇，我指定给我侄儿张着说媳妇。我妈说你别吹他妈牛逼了，三吹六哨的就骂我，骂我我就笑了，我说妈你放心，你看你儿子咋做。可是那赶的时候好啊，正赶上什么？正赶改革开放82年，改革开放了，我就被人家公社一个一个工业把我请去了，请去我是粉匠，是吧？我是粉匠，让我去给当粉匠去。那个工业那个粉房，头一年赔账，工人干一天挣二分七的钱，干一天，完了就来找我，请我，我说我就问了。因为我以往我不争这个价钱呐，搁队上我不争价钱，不争说给多少分，我这个我先问你，我说能给我多少，一个月给我多少工资？他说一个月给你96啊，可不少啊，俩人的工钱呢。我说呀，来求我这人，我说了，我说不行啊。他说咋的？我说太高了。他给你多了还不好？我说多了我不要。他说那你要多少？我说我要48。当时来请我那个人就说你虎啊，我说你不知道啊，这不是虎，是吧？我说最高的那八级工挣54块钱，我挣48少吗？不过呢，你能不能拿我当你厂的工人？他说那当然拿你当工人了。我说那你就给我48吧。我说你回去跟领导说吧。跟领导一说，领导乐了，领导说这家虎的超的吧。
然后我就去了，我去了到那嘎达，那真是啊，我们得付出啊，我们得跟班作业呀。他给我定额，给我定额，我说定定吧，我说那超了咋整啊？他说超了50%归你，50%归厂子。我说行，就这么。那我他给我定那额，我一看定的低，那执政我得超，是吧？真就超了，超了你说怎么样？我一天给我多少钱？工人一天给我2.7块，我一个月这一个月给我多少钱？我这一天给我3.4块，我一个月挣100多，工人一个月呢挣80多，哎，这工人可乐坏了。就这样的一来，我25岁，我明白了人生之道，我把钱财看破了。我说这挣太多了，我们那个厂长说的，我瞅你挺尖的，你净说那虎话。我咋的了？你一个月挣100来块钱，你说太多了。哎呀，我说工人才挣多少钱，我挣的太多呀，最好咱们平均分。他说那不行，你有技术钱。就这么的，我在那嘎干了3年。3年后一瞅，我说不行，不在那干了，我们这些孩子需要钱呢。我一个妹夫，亲妹夫，他说二哥呀，你是这么成的粉浆，咱们个个开个粉房呗。哎呦，我说那怎么不能开上吗？他说我张着盖房子，咱们开。就这么的，我领这帮孩子黑天当白天呢。我老儿子18，我二侄17呀，是吧？我大侄20，我大小子21，我领这几个孩子，这4个孩子，我们3家开粉房啊，开了8年。黑天10点睡觉，早晨2点起床，把我老儿子和我二侄啊困的，拄着那个缸就睡着了。我老儿子天末拄着那个天末那土豆烙子就睡着了。那我还得开导孩子，我说咱们为了生活啊，你们哥5个为了说媳妇啊，咱们得干呢。真是我连踢带打呀。可是干了8年。可是我大儿子21岁订婚。订完婚我就张着给我大侄订婚。我大儿子22岁结婚吗？给我大儿子结完婚12天，我就跟我嫂子说给孩子结婚。那他我们才开粉房2-3年啊，就给我这俩孩子订婚。订完婚了，等结婚，给我大小子结完婚，又给我这个大侄结婚。等结完这俩孩子结完婚，我就问我妈了。我说妈妈，我说你看着了吗？我妈说我看着了。我说你看着了，你儿子做到了没有？她说做到了，我看着了，我放心了。我说妈妈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下面还有3个孩子，3个小子呢。我老儿子要订婚，我给我二侄订婚。我老儿子结婚，我再给我二侄结婚。剩我一个老侄儿，我吹灰之力我就可以完全办到。我妈说了，我不管了，我看着了，我放心了。就说老人家心事，他惦记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替他完成，替他解决。这叫孝什么？这叫孝智啊，是吧？我们让老人临走时候让他放心，不让他惦记着。我那时候就想了，我妈妈要走的时候，我必须让我妈妈瞅着，我让我妈妈放心地走。可是我们这俩孩子结完婚1个月，腊月初8早上6点，
因为我净跟我母亲在一个床上睡觉。哎，又说又笑的，这早晨呢六点还没亮呢，我母亲就咳嗽一声，我妻子就说了，妈妈你今儿咋咳嗽，你怎么咳嗽了呢？啊，他说我可来咳嗽咳嗽一声。我就问了，我说妈妈，我看你现在很好啊。我妈说了，嗯，我现在可好了，我这心事都了了，我身体也好了。哎呀，我说那好啊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妈妈就说，哎呀，坏了，我咋的了，我怎么迷糊了呢？我说你刚才说你挺好，你怎么迷糊了？他说是啊，我怎么来迷糊了呢，房子都转出来呢。就这样的两个小时以后，我母亲一句话不说了。三个小时以后，我母亲走了，说我母亲走了。我很想我母亲。我又为啥要想我母亲？我母亲一生太苦了，刚刚生活条件好点，母亲不在了，母亲走了，让我心中特别难受。所以母亲走了，不能再复活了，我们不能很好的尽孝了。说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还有后事呢，我还有两个侄儿呢。那我到秋了，我又给我老儿子订婚，给我老儿子订完婚，我就马上商量给我二侄订婚。订完婚了，到来年秋天，7月25，我又给我老儿子结婚，给我老儿子结完婚一个月，我又一个月零两天吧，我又张着给我二侄结的婚。所以咱们的这四个孩子都结完婚了，马上我又张着给我老侄订婚，给我老侄订完婚，订完婚我就张着结婚。好了，完事儿，我说我完事儿了。可是你完没完？没完，没有完。我老侄结完婚住一个土房嘛，马上跟我商量，叔叔这干什么？我想盖房子。哎呀，我说你刚结完婚，你盖房子有钱吗？我哪有钱呢？我说那没钱怎么盖房子？他说是二叔你借呗，你借完了我还呗。我一寻思对呀，我说好，我给你借，我就给他借钱，他就把房子就盖。他盖上了，我大侄儿没房子，那就我二侄儿跟我在一起过呢。我二侄儿跟我在一起过7年，婶子跟侄儿媳妇没红过脸，有人到我家去。问我们家那人，你几个姑娘？他说我没姑娘。他说这个不是你姑娘吗？说不是啊，那是我侄儿媳妇。你说了，哎呦，你这侄儿媳妇好像是你姑娘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又给我大侄儿张着盖房子。我大侄儿说我也没钱，我又给他借钱。可是那时候呢，我这俩儿子过得也很就挺好了，因为他们俩嘛是吧，过得挺好了，过得挺好了。我就说我这俩儿子谁有钱往出拿，给你弟弟盖房子。那真是我这俩儿子全包往出抖了，有多少拿多少。可是这钱拿出来，我老儿子把钱拿出来了，个个不知道拿多少钱。有一次他弟弟问他说，平哥我拿你多少钱？他说我不知道啊。
说你没记得，他说我也没记得，我也不知我拿多少钱呢、啊。反正你左一回右一回拿，我也不记呀、啊。你花了就花了，你有就给我，没有就拉倒。就这样到现在，我这五个孩子，真是像亲哥兄弟，比亲哥兄弟都近。我老侄现在跟我老儿子还在长春呢，哥俩都在拉砖呢。现在三个呢在家种地，那哥三个种地，在一起种，在一起秋收。这是前年吧，我二侄没房子，我说那个我这俩儿子，我说有多少钱拿出来，给小陈子盖房子。真是，我老儿子搁长春呢，他19岁就出来了。就在外边就开车拉砖了，往工地拉砖了。我说你有多少钱？他说我这有两个钱，有几万。我说有几万拿几万，这么的，我老儿子给拿3万块钱，我大儿子给拿2万，5万块钱，一共花7-8万呢，自己有点把这房盖上了。就说我们做，你要是对人都要求人家对你好，你不付出，你想让人家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这些侄儿媳妇为什么对我这样好？因为我开8年粉房以后，这个房子就倒了，我也不想干了，太累了。2年没开粉房，我二侄跟我说了，二叔啊，光种地不行啊，还得开粉房啊。我开粉房我可不干了，你们干吧。他说那你不干我干不了啊。我说我不算一股，你们干，你开粉房，我帮你行吧。我不朝你要一分钱，不但我帮你，你婶子也能帮你。我侄儿说那不行，我说你盖吧，这么的，我侄儿真就盖个大粉房，全是电气化的，盖上。干那我也管呐，我得伸手啊，因为他在技术上掌握不了啊，这么的，我们俩呀，黑天白天搁那滚呐，帮这三个侄儿开的嘛，帮这三个侄儿就整这个粉房啊，整了几年？整了3年吧。他那时间短。秋天就是50来天，正是秋收。这50来天，春天干40-50天，就这么干，干这么三年。有一年干一春一秋，那时候的钱挣5万块钱。挣了5万块钱，我侄儿就说，二叔得给你2个。我说我不要。叔叔说到哪儿做到哪儿。叔叔不是为钱帮你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拿出5000块钱，白给我，我说啥也不要。侄儿也哭，侄儿媳妇也哭，我嫂子也哭。哎呀，把我哭的我都受不了了，我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我说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拿2000块钱行吧？就这么的，我拿了2000块钱，他开，我帮他干这些年粉房，没办法，你不拿不行了，孩子哭的都受不了了，孩子赶脚的。过意不去，就这样，到现在我们这个家族可以说是个天堂的家族啊，天堂的家庭啊。为什么说我这个家庭是天堂的家庭？因为我们这家庭互相都感恩，谁对谁付出谁都感恩。感恩就知足，知足才能乐呀，乐就是天嘛，天堂嘛，是吧？有很多人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哎呦，我要过天堂生活，我们现在就是天堂的生活了。想一想，我们吃的什么？我们喝的是什么？我们住的是什么？我们出去走路
不走，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身在府中，不知道是府吗？我现在我是个农民，我感觉到太温暖了，太幸福了。那我们幸福到哪儿了？温暖到哪儿了？过去农民种地，你得拿地租子、公粮啊，各种税务你得拿呀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农民呢，一分钱不拿，不给国家拿。可是反过来，国家还给我们，给我们什么粮补、油补、化肥补。盘古至今，你上哪儿找去？哪有啊？就我们这代人享受着了。我说我还这样想，哎呀，你别说，我以前受苦了，现在我享福了，真享福了。古人讲那句话：“你不受苦，你能享福吗？你不遭点罪，你能出柜吗？”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这个家庭产生一个什么呢？我认为我的家就是天堂的家庭了，是吧？有很多人，我们不要迷。我讲课时候，我首先强调一点，别迷。你不要迷，你一迷你就糊涂。人是万物之灵，万物之灵，我们比谁，我们人比谁都灵，比什么都高，因为人的灵性最大嘛，他物他就不如人嘛。有很多人说，有病了找我，你看我这病是咋回事啊？我是这么那么的，我说你说胡话。你不是人吗？那我是人呢，我对呀。想到没有？孔老夫子写是诗书定理一书写，人之初性本善。我们本性都是善的。说那我为啥有病呢？你把那本善扔了，你性呢了，所以你长病了。那就说我们不会当人了，把人字丢了，所以我们有病了。我还是这么说，有病的人干什么呢？那病在矫正我们呢。你错了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哎呀，我怎么有病呢？你有病，有病你就有罪过。什么叫地狱？那不是地狱，有病不是地狱是啥呀？那不就在地狱呢吗？多苦啊！病苦病苦啊！要不说我说人你别迷，是吧？你别迷，你迷到啥上，你不就死到啥上了？要不有人问我，你信啥不的？我说我啥也不信。他说那你信啥？我说我就信人。这说个实在的，开始那时候我也不那么清醒，也糊里八涂的。那时候我寻思，这他妈，他一天太累了，多苦恼。就有点什么学点什么，后来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什么也不学，我就学我自己做人，是吧？人是一撇一捺，一撇一捺才称为人。一撇是什么？一撇是男人，一捺就是女人，是吧？一撇一捺互相支撑，这成一个完整的人。剩一个男人，那一撇剩一个，那叫啥了？光棍呗。是不是？
那没有那一撇，剩那一捺，那叫什么？光寡孤独。必须男女合起来，这叫阴阳合。阴阳不合就完了，阴阳不合不叫天不晴地不宁吗？天要不晴地要不宁，你是不是那能风调雨顺吗？那我小点说，我们家庭男人女人，这不就是一天一地吗？一天一坤吗？乾坤之别吗？夫妻虽小配合天地呀，协和阴阳啊，是吧？那不是一阴一阳吗？男人为阳，女人为阴吗？那男人就像那个太阳似的呗，那女人就像那个月亮似的吧，这不就是一阴一阳吗？什么是道？一阴一阳之为道，是吧？那什么是道？道在哪儿呢？两口子，说来说去说的最清醒的时候是两口子。男人有男人的道，女人有女人的道吗？那时候我讲这个是讲到什么上？讲到伦常道，家庭的伦理与我们疾病的关系，是吧？家庭的伦理上，家庭伦理是什么？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、上下级的关系，这不就是伦理道德吗？那我们在哪一届上，我们就把那一届人做好了，这不就是做一个道德的人吗？人都是咋的？舍近求远呐，舍本求末呀，缘木求鱼啊，南跑北颠呐，东跑西颠呐，干什么去？求别人去。君子求己，小人求助人嘛。君子无德，愿自修嘛。小人有错，怨别人，嘴里不怨，心里怨，怨气有毒啊！要不怎么长病了呢？怨气有毒啊！我们的病是啥呀？毒，毒进去了，它不长病，是吧？人把这个病啊，看得很可怕。我对病上不可怕，我明白这个理了，我就对病一点不可怕。我今年71岁，我25岁明白这个道理。46年我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。说你不感冒吗？你不高烧吗？有时候也感冒。感冒了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感冒？你心里要不生火，你外阴能进来吗？是吧？那风寒潮湿能进来吗？那不心里有火了吗？心思生火吗？气中勾寒吗？寒火相加，把病根扎下来，你说是什么病？在哪儿来的？不是由自己生的吗？病是自己生的，死是自己作的吗？是吧？说我们当老的要进这个慈道。什么叫进慈道啊？怎么算进慈道啊？往往有很多人说我做的很好，我也进到慈道了，他要啥我给他啥呀，是吧？他喜欢啥我给他买啥呀，喜欢穿啥买啥呀，那不是慈道，那叫溺爱。怎么样进慈道？会领，领子，领子学什么？学人生之道，人应该怎么当，人应该怎么做，叫领子学道。教子成名，子女由教而成，由不教而坏。我们得教育他，领教他，是吧？我怎么领教？我们当老的是前车，前车过去，后人就压出辙。那子女必须要不着我们就折眼走啊，那我们会不会领？所以说我们当父母的是第一任老师，
那我们会不会当着父母啊？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母亲生的，是吧？父母养大的。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当父亲的、当母亲的，会当不会当？说一个简单来说，我们在儿女面前，夫妻都不能闹意见。你夫妻闹意见，你就是一个什么？你不会领，你不会领教这个孩子。你把孩子给领坏了。父母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在孩子的脑海之中打上一个烙印。所以说叫父母性善，儿女也善；父母性呢，儿女也呢。说辣椒芥子气味比辣吗？酸梨芥子气味比酸吗？说一树结果有酸有甜，那一母生子呢有鱼有咸。那为什么说一树结果它有酸有甜呢？说一个树结的它为什么要有酸有甜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它有阴阳面，阳面的就甜，阴面的就酸。说那一母生子呢有鱼有咸，为什么要有鱼有咸呢？因为母亲怀孕的时候心情不一样，怀一个孩子一种心情，那个孩子就本着母亲那个心情来的，本着父亲那个心性来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骨血的关系。母亲的血肉啊，父亲的骨啊，所以叫骨血的关系。那古也有那么句话吧，子随母性吧，这很简单呢。说我们当老人的，你不会进这个孝道，不会进这个慈道，不能把慈道进好了，你想让儿女孝敬你，不可能。我们在老人那儿都没进好的孝，你不孝亲，子怎么能孝你呢？你要逆亲，子怎么逆你呀？古人有一句话，老猫正着房里睡，都是一辈儿留一辈儿。说你在家孝父母，何必远烧香呢？我们不用南烧香北拜佛吧，不用求这个求那个吧，谁是佛？父母是活佛。我们不孝父母老双亲，你拜那佛有什么？拜佛反遭殃。说我们的父母，为什么我们要讲专门？我到哪儿都是讲这个病人讲道的时候，讲病的时候，我专门讲这孝道。因为母怀胎十月整嘛，乳哺三年呐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母亲生的，那母亲的血让我们吸了，母亲的气让我们泄气了，我们怎么样回报父母的恩呢？所以说父母的恩比天高，比海深呐。往往有很多孩子，是吧？现在就现在的年轻人，有很多干什么？说父母没能耐，说父母没能耐，挣不来钱，不能给我买车，不能给我买楼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种想法正确吗？错了，你大错而特错。我为什么说错了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雌飘飘一尺来长身子来了，丝毫没带，连个布丝都没带了，哪个父母想我们穷了？可是手托的这么一个雌飘飘的一个身子，耐如珍宝。
长大了，想父母了，没能耐了，没有用了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能对起父母吗？我们白喝了我母亲1000多斤血吗？现在有很多孩子，是吧？有很多孩子有病，是吧？因为我讲病年头太多了，我讲病30多年了，我经历的也太多，碰的也多，那例子太多了，是吧？我简单的给大家举一两个例子。我碰上一个，就是今年吧，以前那个太多了。是吧？就今年我碰上一个18岁的男孩，干什么？搁那坐着，搁我们家那坐着，把就打他父亲嘴巴子，赶着打赶着笑。哎呀，我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呢？真怪呀，这不打爹骂娘吗？我说你怎么打你父亲呢？你说他是啥？我就叫打得劲儿呢。你看看，我就沉思了，想一想，为什么他要打他父亲呢？古人讲了，说孩子好不好，你别怨孩子，你回头想想你自己。我就想到这股的时候，我就问他父亲，我说你这孩子今年多大？他说18岁。我说他为什么要打你呢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说我已经领他像忧郁症似的，我已经领他看2年了，南跑北疆各个医院看，怎么也看不好。我说你不知道咋回事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我问你，你在18岁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心态？有什么症状？你回忆一下。我这么一问他的时候，他当时就哭了，他就把眼泪掉下来了，哭了还不是小哭呢，放声大哭。那他自然他心里知道了，赶着哭赶说：“哎呀，我18岁的时候啊，我就打我父亲。”我就骂我父亲，我说你怎么能为什么要骂你父亲，要打你父亲呢？他说我父亲呢，那时候啊，是个大队的书记，他犯了错误了，他进监狱了，他蹲了几年监狱，释放了，回来了，我就因为他给我丢人了。老人蹲监狱，我脚磕着了。他说这说话对错我都骂他，他一说话我就骂他，我就不让他说。他说我不算我打我妈，我妈妈也打也骂，把我父亲硬憋屈死了。我说那是什么年代？他说那正是我18岁。我说那你结婚了吗？他说我没结婚呢。他说我后来。我父亲去世3年我才结的婚，结婚我就生这个孩子。我说你看看吧，对照来了，是吧？你逆君子逆你呀，循环果报啊，这不是循环之理吗？哎呀，这个人哭的，我说你想想，现在你孩子打你一巴掌，你心都直当个啊，不是打你脸上了，打你心上了，你心疼啊。他说是啊。我说你想想你父亲呢。就这么一说，这个小伙子哭的，40多岁吧，我都没问他大腰，他40多岁，哎呀，这家哭的痛哭流泪啊，一门哭一门招啊，父亲呐，还我那时候小啊，我不懂啊，可惜父亲不在了，
怎么办？解决了吗？他痛哭一场啊！第二天早晨，我说他那孩子，我说你打你爸爸，你脚他得劲儿啊？他说那可不脚得劲儿了的。我说你再打吧，他不打了。我说你咋不打了呢？他说不想打了。我说你怎么不想打了？原先怎么想打呢？他说原先就打着脚，他高兴啊。看看，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。说我还见着一个，1997年，我们在北安设那么一个讲病那么一个场所，去一个两口子抱个孩子怎么样？你说这个孩子什么样啊？这小孩9岁了，一来说那劲儿啊，一哭那劲儿啊，爸爸妈妈准有个挨打的，把脸就给他了，呱呱就打他爸爸，还行他妈妈打嘴巴子，孩子就不哭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这孩子咋这样呢？他说我们这孩子一小就这样。我说一小，从哪得呢？他说我生了这个孩子以后，这孩子小手撒开戒子会动他了，他要哭，他就乱打，乱打我们俩就得让他打一个呀。哎，打上我们俩谁不管打上谁，打上他就不哭了。完了，这孩子智力还不行，这孩子身体呀，这个行动能力还不行。哎呦，我说你怎么生动物孩子呢？我就给他讲讲的什么，讲的孝道。我一讲孝道，夫妻俩抱头痛哭啊！哎呀，哭的。那我也不问他，指着我讲孝道，你们是有亏心的地方，要不你不能哭，你忏悔了，你认错了。搁我们那嘎待3天吧。第3天早晨起来，因为人多呀，把他把爸爸妈妈找跟前去了，说你还得打呀，孩子不打了，把手拽出来也不打了。为什么不打了？古人讲了，是吧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是吧？他父母回头了，知道他老人跟前错了，知错必改嘛，改了就是好人嘛，那就说明一点什么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是吧？他坦白了，知道自己错了，我再不能错了，知错必改嘛。所以他这孩子就不打了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生下来什么脑瘫、脑瘤、小脑萎缩、脑炎，那怎么来的？不是不孝来的吗？是吧？不是在老人跟前亏孝来的吗？亏孝伤肺的，亏涕伤心呢。孝能养肺，涕能养心呢。想想我们做一个人，人之心，人必须得有仁德之心呐。我们有了仁德之心，才能养住自己的肝呐。没有仁德之心，养不住自己的肝。说讲，我们讲讲人伦道德，要讲起来那太多了，太长了，是吧？处处都是啊，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。因为我在这些年，我什么病都碰上过，是吧？什么病我都见着过，是吧？在我们跟前，就在我们家乡。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南头结婚了，两口子结婚了，能存结完婚，可能家都要有点债务，就给他点债务，这媳妇就不干了，这媳妇就耍挠了，
跟她丈夫一商量，走，上哪儿去了？上深圳了，上深圳打工去了。打工啊，六年呢，挣10多万块钱，六年没回家。妈妈望穿了眼睛啊，可是呢，媳妇不让回来。结完婚她就怀孕了，怀孕了生个小女孩嘛。小女孩怎么样？脑瘫，6岁，治不好了，没办法，抱回来了。那时候我就讲病呢嘛。他妈妈和他爸爸打起电话，让他们回来抱回来治。他就抱我那去了，抱我那去了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咋生这么个孩子呢？他说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说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他说你知道我这孩子咋得的？我说你们不孝，对老人不孝，得的这个孩子得上这个病。这叫啥呢？种因结果，种什么因结什么果。说种豆得豆吗？种瓜得瓜吗？种下菩提树必开吉祥花吗？春天没种下，你秋天收什么呢？春种秋收吗？我说你就怀孕那段，糟了你啊！你怀孕那段你什么心情？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我们一走我就寻思，我永远不让你见你儿子，想死你我也不让你儿子回来。这六年我没让他回家，他要回家我就不让他回来。我说你看看这回怎么样？你这个孩子怎么样？他哭啊，他痛哭啊。我说你哭也晚了，生疼了。他说那咋整啊？我说咋整？这孩子不能好啊。我说你要把你的心性扭转过来。我说你这孩子治病花多少钱？他说花4万。我说这4万块钱你不用多了。4万块钱，你有2万块钱，一年跑回一趟，一年跑回一趟，这够你路费了吧？回来看看老人，是吧？你不用你说给老人啥，你回来看看老人，老人都高兴啊。我说你看看你这孩子怎么样？这家哭的，这个女的，好哭了，哭到最后人了。我说别哭了，行了，赶快。改吧，变吧，你变了再生好，生好孩子，要不然的话你这种心态你再生孩子还不行，还要生一个这样的。哎呀，他说那还得生这样。我说看你变不变吧，是吧？我最近见着一个女的生4个孩子，我最近见着的生4个孩子，生前2个都死了，后边剩下这俩全是脑瘫，俩都脑瘫。什么原因？先天性不好，后天的根怎么能好？是吧？说你后天这根什么？什么叫后天？在母亲怀孕的时候叫先天，在母亲腹内那叫先天。因为孩子那时候靠母亲的气跟血活着，靠母亲气血活，可是母亲好生气，母亲一生气就像那个天下大雾似的，庄稼苗又受伤了。那你说婴儿呢，在母亲腹内呢，母亲一生气把毒气吸到体内去了，婴儿能躲得了吗？婴儿得靠母亲的气跟血活着，母亲的气血之都有毒，孩子得上什么生理病，生下来就有病啊，不知道就得治，这么治那么治，怎么治能治好吗？你能把儿女给领教好了，
那你真是尽职啊，你真是慈母啊，是不是？有慈母，慈母是什么？慈母叫圣贤之母，有圣贤之母才能生出圣贤之子呢。你没有圣贤的母亲，你怎么能生出圣贤的子孙呢？我们回顾一下古代的圣贤，孔子的母亲颜曾在，而生出孔子；孟子的母亲生出孟子；江西章的母亲王从孟生出江西章。说这些个不都是女人吗？他们为什么能生出这些个圣贤呢？他们明理。孟母教子三千吗？说你要一个孩子，你要把给交给孟母教管，你看这孩子能不能好。所以这些圣贤的母亲留下圣贤的子孙，名垂千古，万古不朽。说那我们当代的女人呢，不都是母亲吗？都是女人吗？那我们的孩子，有很多孩子，有很多人打电话就问我，哎呀，你看看山人，你说我这孩子咋不听话呢？我这孩子念书咋不用心呢？哎呀，他一打这个电话我特别着笑。我为啥要着笑呢？我记住古人有那么句话，说你呀剁个馅子，你又包了饺子，你又你剁的馅子，你和的面，然后你又包的饺子，饺子包好了，你煮了，你又吃了。你说那饺子啥馅儿？你问我拿那个饺子来，你说这里啥馅儿？你来问我来，你说我能答上吗？那你自己知道啊，这饺子什么馅儿，你自己知道。就说你怀孕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你是什么心情，你自己能不知道吗？完了，你要问我，我说你太着笑了。哎呀，他说不是着笑啊，都把我愁坏了。我说你也别愁，是吧？你别犯愁，你回过头来想，想想你当初那时间。是吧？当初那时节什么？当初你怀孕这个孩子那时节，你是什么心态？你那是什么心态？这孩子就随着什么样呗？多么简单呢？说孩子不好，你别认孩子。孩子是谁？孩子是祖宗的根呐。你怨孩子不等于怨祖宗了吗？有的父母性格不好，打骂。我们想一想，你打骂更是错。打骂孩子打谁呢？古人有那句话呀，老儿子大孙子，老太太命根子。你打他孙子，你不打他奶奶心的吗？你不打他爷爷心的吗？那是打孩子吗？我们现在把孩子生到生下来都不管了，甚至交给谁了？交给爷爷奶奶了，交给老爷老娘了。孩子不听话他打，你想想爷爷奶奶能受得了吗？说现在啥，有人这么讲了，都让爷爷奶奶呀、姥姥姥娘给惯坏了。那不是他们惯的，那是你生成那嘎的根立的不牢固。因为我们什么？我们亏孝道啊。孝是什么？孝是德。德是什么？德是根。那我们孝敬老人就是德嘛，就是扎根嘛。
我们根儿没扎好牢固，你说出来那个苗能牢固吗？那就像我们农民种地似的，你种个啥种就得出个啥苗啊，种高粱能出谷子吗？可是我们种到那嘎达了，我们怎么样培育它呀？所以叫培德育子孙。德因子孙吗？子孙百世其昌吗？说我们给人民攒些钱攒些物，那也不一定是完全都是好事吧。有的人把这钱就用差了，用有用的金钱可以说造成了无边的罪孽。怎么造成无边罪孽？用有用的金钱造成啥？花天酒地，吃喝嫖赌，为所欲为。可是给孩子养成坏的习惯，